保护大海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学主播做对的，双击建立颗雄心。在这绿油油金色的沙上发现了一条鱼，我的妈嘞，这是第一次见呀，长得太漂亮了，有点像鞋垫子，就叫它鞋垫子鱼吧。可能是大海退潮的时候搁浅在沙滩上。这是一个白玉玛瑙珊瑚，太漂亮了，想要的朋友扣个六六，放在鱼缸里的太香了。我要送你日不落，发现两只蜘蛛线带着谈恋爱。其实这种螃蟹在沙滩中有很多，它喜欢卧沙，卧沙的速度特别快。这是一条黄花鱼，可能天气太炎热了。这个海鲜它叫猫眼螺，好大的一块肉。